上岛了，晚饭时间了。今天打了一条江红。哎呦，好像这个雪放的。比较 beautiful 啊。嗯，非常 beautiful。晚上搞来吃上，来吃吃。太累了，今天下暴雨。还没吃的。哎，哦，这个腰难哦，这个腰啊。你看这个腰了哦，有难哦。你考试了没？哦，有量啊。没办法了，我在野外就这样子了。你说找个杀猪的来杀鱼。哎呦，真是大块哦。这个是切块的，这个鱼切片了不脆，切块了咬起来脆，嘎嘣脆的。嘎嘣脆。量哦，这条江红啊，哦，一般人能吃得起这种东西的啊。那个饭烧在冰箱里面啊，一般人有那个条件吃吗？一般人没有那个条件的。你看豹哥，哎呀，都等不及了咯，直接拿块鱼肉就砍，咋样啊？味道咋样啊？好嫩呐、啊！好嫩呐、啊！啊，你要加点芥末酱油啊。哎，直接就，哎，这才是原汁原味儿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下去打聊，给你上来直接砍得了，这快点。哎，我不会自己下啊，我不会追着咬啊。好啊，一人下去打一条，哎、直接一人砍一条就来咬就行了，好不好？每人一碗汤。哎，这个搞点酱油下去。开两分钟，马上起锅。芥末，哎，啊，芥末在这里啊。直接搅锅里得了，搅拌就吃得了。来一次性碗。对。拿来袋子里头，放到里面太多了。芥末搅拌一下，得了。哦，掉一块啊、哦，掉了就喂鱼。有来了吧？这个江红气香，满满的。看没了。这个鱼肉咯，白白嫩嫩的，放上酱油芥末啊，非常亮的啊，这个啊，脆脆的。哦，别哭啊，工作。哎，真的亮。饭都不想吃，就想吃两块鱼腰。这个搞不出来啊！这个吃之前要吹一吹，不吹一吹有点上头这一块。哦，亮哦！这个东西的话，一般人你。吃得到这种东西的、啊，来，芥末没有点条件的人，真的是吃不到这个东西的。哦，这个芥末有点上头，先稍微等一下。这个螺，放大版的明远螺啊，这个螺哎。你不要看它在我手上这样啊，其实它两三斤一个的啊，结果腰的话一口吃不完呢，像我这种我沾点这个芥末，然后呀要注意一下呀，公园得劲儿，把这螺壳吃完了，烧一下，这么大的螺壳，你难搞。嗯，里面还好多。哦，还有的？还有的，还有鲍鱼，鲍鱼没人吃。这个怎么吃呀？哎，这很好。要敲碎。拳头这么大。哦。哎呀，现在可以吃饭了。在这个
荒岛上面呢，能吃上一碗这个白白的大米饭啊，是非常让人感动的这一块哦，真是太不容易啊，这块啊，蛮油的哦。要是一块钱一个的话，今晚我都百万富翁了喽，这块的。那蚊香都点了几盒都顶不住，还有鸡腿鸡的啊，哦，开玩笑的啊，这个鸡腿沾一沾这个哎，这个酱油呀，凉，确实是凉。哎呦，感觉在这个荒岛上面吃一顿饭啊，哎呦，非常的幸福的这块的。饭好香哦，香啊！我好多年没吃过这么香的大米饭了。登岛，是不是？那封老表为岛主，让我们走个形式来参见岛主啊！哎呦，我感觉，我的档次不没有必要提高这块的啊。升级当岛主了，嗯，那峰哥再给多一个，你这样搞的话，绰号吧，我又没有什么给你们，那岛上有老鼠有蚊子。峰哥东岛主，这里算是东岛了吧？嗯，这个体验真的是太美好了，这个大米饭吃的真的是人间美味，把这大米饭都吃人间美味，真的是不得了。也是非常有意义的，没几个人能有这种体验，哎呦，很难得，嗯，太难得了。我也搞块鸡，豹哥，你把我鸡腿给吃了。哦，这是你的，哦，吃你的那就对了。那我给你个鸡翅。不，我给他爆，我给他爆开玩笑的。岛主来，赏你块鸡翅。现在已经是进到帐篷里面了。现在吃完饭已经接近10点钟了，啊，太累了。这个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。现在感觉全身无力。哦，要抓紧时间睡觉了，明天还要早早起来，继续干。好了，吃饱喝足，睡觉了。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，睡觉。